年龄越大的人越要早上起来养成这个开背的习惯，一个挺拔的背影会让人看到你是非常有精神的，含胸驼背一定代表着你是有问题的。那么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建议大家先做一个大大的伸懒腰的动作，之后接下来把这个动作认真的做一做，做完了之后你就感觉我们的背部会练得非常舒服。一个人的状态和年龄和你背的状态息息相关，年龄越大的人越要早上起来养成这个开背的习惯。那么人开背之后，你就感觉到精神头自然就来了。为防止滑走找不到，你可以点个小红心，把视频分享给家人和朋友一起练起来。动作之一，两个手放在我们的胸前，这个时候大拇指挑起来，然后呢眼睛朝前看，把后背挑直，两个大拇指向后伸，同时抬头看前面的天空，一二三四，可以使我们背部负责直立的肌群练得非常好。所以呢，建议大家每天坚持早上起来做这个动作三五分钟，你会感觉到你的后背有一种拔起来的感觉，倍儿精神，有健康的那种状态。所以一个小小的开背的动作非常简单，但是我们做起来的时候极容易做到位。希望大家呢认真的去练起来，在评论区把你练的结果告诉我。